Peace for Ukraine or Ukraine.那些所谓的旧教人，他对我伤害很多几十年了，我没有讲什么，不过就是他太侮辱天堂了，上神了，不是天堂了，这个是更高的，整个那个原稿的那个宇宙都崩塌下来，那个呢原稿的宇宙多么众生，了解吗？ 不是给他在那边那个挂在自己的身上，而且丢跟那个内裤一起洗的，啊，肮脏的地方到处乱丢乱放，然后都一起洗，就跟很多肮脏的什么都一起洗，了解吗？袜子啊，擦地，什么门呢？门口那个地毯什么的一起洗，这样子是对吗？所以这次我不饶了，对不起啊。 你们如果批评我，就忍耐了啊，我就不能再饶了，了解吗？太过分，以前那个 SM 我已经禁止不要弄了，然后现在又这个又更糟糕了，了解吗？要不要批评赵业章了？OK 哈，批评我也忍耐了，我忍耐习惯了，不过我不能这样让了，OK？ 对师傅怎么样没关系。 不过对这样对整个世界伤害，了解吗？师父工作很努力，为了世界和平，为了大家修行更进步，被他们都破坏掉了。我讲不完了，我到现在讲了还伤心，还生气的。什么修行？怎么所谓的出家人？您这个不懂啊，这故意的，这真的是地狱的人上来破坏的，你懂吗？不是普通的人啊。 了解，普通人外面外道没上进学，他也不会跟上帝这样子那个挑战了、啊，是吗？是哎呀，没有轮到，因为讲到那个所谓的出家人跟着师父几十年了，什么道理都有了，不是说没有教训的人，是吗？是，真的是来这边破坏的，破坏师父工作，伤害世界的，我不能再饶了，了解没有？了解。 伤害师父，我忍了，忍几十年了。不过这个不行了，我不能为了任何东西那个让天堂受侮辱啊。我工作为了大家嘛，懂不懂？啊，天堂帮忙我们呢、啊，我们怎么不尊重、不感恩呢？在那边反而做这种无赖的事情啊，了解吗？了解。我为什么赶他们走吗？就是不让他们回来了。其实我给他们住在我。 我买的地以前那个地方比较小的，够够用。他们钱都是他们，我钱都是他们朱家人管，我根本我要什么还要跟他们问呢、啊？有时候舍不得给我呢，嗯，还奇怪，我说是我钱啊，怎么不能拿呢？我饭菜我怎么不能吃呢？不过我现在不跟他们计较，他们爱怎么样怎么样，我不管了，没钱就我也不怕。我现在吃那个芝麻粉跟。 酵米一点水果酱，简单，不麻烦谁了。啊，因为有时候那让他们带饭菜来，他们又有借口虐待折磨师傅呢，不同了。今天带，明天不带，早上不带，等晚上才带，我忙，我不能在那边等啊，懂吗？然后骂来骂去就不舒服了，不要了，我自己煮，自己吃了。 不是因为煮房煮不好吃，他们煮很好吃哈、啊，是啊，他们也用心煮的，很欢喜煮的，所以你们吃也是觉得很快乐，很轻松是吗？是。好笑话是吗？是。好，那我就高兴了啊！我不是嫌他们煮不好吃啊，别乱想啊，没有没有，他们真的很有爱心。OK， 我感激不尽了，我感激高雄人不尽了，刚讲过了啊。哎，他们真的很细心照顾。 很细心，我觉得高雄人那个聪明度、啊、跟细心度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哎，哎呀，所以 OK 了，嗯，啊，大概那你们喜欢就来嘛啊，嗯，下雨天不要了。啊
因为这边连那个别的没有，只有一个那边而已，有一个道场那边给那个国外同修，不是西方人而已，东方也是很多啊，大陆啊，他们很远来嘛，懂不懂？三四天才到这边了、啊，从大陆啊，有一些比较近，有一些很远了、啊，四五天才到台湾来啊，然后回来要再四五天了、啊，这样子大概两个礼拜了。才到这边看师父一眼呢、啊，那给他们舒服一点。还有一些老了，懂不懂？身体不舒服，他们有一个屋顶，有一个盖关起来的门呢、啊。冷的天呢、啊，下雨天我比较安心一点。哎，我会想念苗栗了，不过没关系了。你要保重，不会这样。那下雨天你们少来就对了 ，OK。这边没地方躲，真的知道了啊、嗯，能够顶多也是这样了 ，OK？ 因为不好盖嘛，要盖也不好盖，所以你们下雨天不要来嘛，哎，然后隔个礼拜天气好就来，看那个电视啊，天气好不好？啊，报道等等，然后就来 ，OK？ 来这边，如果你们全部都跟老鼠一样吃的话。哎呀，我会难过死了。会了，来这里吃，永远好吃。好吃？我就说炒事，我不是说好吃。典型嘛，什么都想吃。吃吃吃吃整个辈子，你那么老了还吃不够。去哪里就想吃，哎呀呀 ，OK， 我走了，那你们去吃饭了，看过了去吃饭，嗯，去吃饭，嗯 ，OK。师傅要吃柳丁塞盐。谢谢了，医生，很多医生已经讲过不同了，什么都吃了没用，嗯。OK， 这个他们带来的，我没叫他们带来，他们自己来。我一睁眼睛就哦，已经来了啊。那你们顺便看了 ，OK？ 你们常常换节目 ，OK？ 换那个展览的地方东西，如果能换的话，这样他们每次看不同嘛 ，OK？ 因为这个地方少，不能通通都放嘛，就换来换去给他们都可以看，知道了。天四天一都一样，或是那些了啊。如果有很多的话，换来换去 ，OK？哎呀，跟两次了哈，嗯，下个礼拜如果下雨就也就赚够了，是吗？哎，谢谢，哎，不客气，爱你们哈，我今天也是为了想到世界才哭了，懂不懂？看世界那么苦难啊。就被磨骗了，懂不懂？然后又造成很多业障，业障以后又更痛苦，懂不懂？啊，越苦越造多业障，都被骗了。很多事情造成情况，让你们让那个人民做不好事嘛，啊，无明嘛，变成迷糊了，然后做不好，越做不好越倒霉，越倒霉越要出来。要怎么逃出来？越逃出来越做糟糕的事情，都是这样轮回，痛苦不堪，真的是苦不可堪啊！想到谁都可以掉眼泪的。他们生活其实有钱也是很苦啊，生病的话没人能救你啊，即使有药的话还是很痛苦啊，了解吗？当人不像人啊，等等。那个世界痛苦讲不完了、啊，所以我今天在那边想啊，哭了要死啊。顺便嘛，想到那个人要帮助师父做很多好事情，又不能留他在身边。他死的时候我也不能去看，他生病的时候我也没有空去拜访他。所以那个写一首诗给他，然后又跟他谈世界的事情嘛。那首诗里面有谈世界的事情，所以就心动了，在那边哭了，很难看了。啊，哭停了以后我才出来看你们。所以今天不讲经 ，OK？ 嗯，我
我的工作每天不同啊，时间不一定 ，OK， 所以能来就来，不能来就看一眼就行了，啊，看眼睛，看到了。师傅，我能替你做治疗咳嗽跟那个脚吗？脚干什么？我可以替你治疗那咳嗽跟那个脚。啊，你送药进去。 叫我怎么弄？ 哦，不要气的，叫住骨头一边。啊，别动我了，我受不了任何动物。哦，这很轻巧。我不行，都一样。我任何人动我，我就受不了。除了狗以外，别人不能动。真的，动我受不了。连上帝下来，我也无让，我也无让我碰了，我让他碰我的。事实上就这样。哎呀，真的不得已才让医生碰，懂不懂？已经受不了了。 不要了，我自己，我自己医疗自己，医疗自己好了。韩师傅哈，哎，这个天气真的是福报了。谢谢师傅。啊，不客气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谢谢？道场师傅哈，你们不能做啊，都是外国人来做。对了，那个是他们也有做了啊。 特别，不过他们不被那个不是勉强的了啊，有一个地方比较温暖啊，晚上啊，早上啊比较凉，这边晚上还是冷的，8度呢，哎，早上也是一样，8度10度，嗯，不过已经很好了啊，台北多少度呢？4度，哦，我不来。 不过已经很好，有一些地方4度以下呢，啊，没关系啦，冷也不怕，就是国外人来，有一些老人嘛，我看不过去嘛 ，OK， 所以来这边给他们舒服一点，温暖一点。谢谢。请问师傅，那个澎湖两个店，他们有在我们澎湖小中心里面吗？No，没有，不在。你们修行好，也许他们会跑过去。 谢谢了啊 ，Love you，I love you。